你会喝咖啡吗？不会。不会啊？那怎么办？谁要帮你喝？爸爸喝吗？那等一下你们可以喝一口吗？不好喝，爸爸帮你们喝掉。那你们泡的会不好喝吗？我希望可以好喝。好好好。还有谁没有拿到咖啡豆的？我的。没有，没有，谁没有拿到的？哦，头好臭啊！我头明明就很香，你在闻。啊！今天你去闻一下，好了。明明就很香。我再闻一下。哇，最近鼻塞了。好，加油。这。好。好，谢谢。来。好，来，有没有谁没有拿到绿植的？有啊，银色的叫咖啡，哎，这个叫做所谓的开放型咖啡壶。好，把它翻过来，这样子啦。有没有？左边的小盘子有没有看到一个杯子？有。把它翻正回来。自己本身有没有在喝咖啡？没有，然后跑来上。对，叶子厚的冲冲泡的这个18公克的咖啡，就是这一包。对，公咖啡，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。全花莲县最最香，特有没有？就只有一个公。他申请专利。这个公主咖啡怎么来的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女孩子去收成的豆子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取名叫公主咖啡。对，花莲的虎克山田。然后像这个米粒有没有，你去采收回来的豆子就可以称为王子咖啡了，弟弟咖啡，弟弟咖啡啊！这18公克的咖啡豆，直接这样倒进来，倒进去，倒进来里面，全部倒到磨豆机里面，全部倒进去啊！不能带几个。然后用的罐子啊，就开始磨豆子了哈！来，顺时钟，顺时钟，顺时钟下去，慢慢抓。要有闲情逸致。来，你抓。哎呦，有点。顺时针一转。直接开台了。Thank you.
兄弟啊！真的哎，哎、欸，我摸好了。那我也要买，要不要先摸起来、啊？摸好了、哦。哎呦，好。那你把它拍一拍，看怎么样打开啊？猫咪，你摸好了没有？哎，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，快点，快点。摸好了。摸好了。那个狗很感动。哎，已经完全摸好了，已经完全摸好了。看你的，打开这放的堆，放行李杯，装上来。不管是漂白的，还是这个原色的，都要做这个动作，叫冲湿滤纸。没有，不要用掉太多水。把它倒到这个水晶杯，开抽屉了哈，汤匙要拿着，把我们的抽屉打开，好，尽量放中间就好了哈。冲咖啡哦，要第一次注水，第一次注水从中间慢慢往外旋转，对，绕圆圈。第一次注水就是把咖啡完全浸泡在水里面哦。有没有看到我在注水的时候它会冒泡泡？这是咖啡在排放二氧化碳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把它浸泡个10到15秒。过了15秒之后，有没有开始第二次注水哦？一样从中间开始注水，慢慢往外旋转。在滴漏的那一些我们就不要了哈。我来吃鸭子。要吃要吃要吃。它跑掉跑掉跑掉。这个水晶杯也要好啊，来来来，不用倒那么多，哦，只弄湿而已。好，你自己倒，自己倒，不能压就好了。来，手拿去，两只手来自己倒，可以吗？再弯下去。倒的时候倒中间，然后中间慢慢，看慢慢，转中间。多等10到15秒，好好，快点。10到15秒。先从中间滴，然后转出去。然后把那个咖啡给带出。然后中间的那一点，好好好，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有没有闻到很香的咖啡味哦？13、14、15。对啊，那种咖啡。然后再从观鸟的外面再转进去。我觉得我真的很好听哦。你先一个一个弄。没有，你就倒方向。没有，观鸟。好，让他滴。那是从里面到外面。下次。你是对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是的。我先的那个底。好吧，可以了。刚才一直在那边。那个，我的盖子掉了。没有，你的还有水。直接盖子掉了。看到吗？那大家会支持什么？不晓得，他不是说要倒？谁要喝咖啡？你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先自己倒一点点，快点。看一下爸爸，猫咪。我可以喝了吗？可以啊。我先看看啊，你先。那个水谁？啊，姐姐你，姐姐你的杯子没有？没有水。他没有水杯，没水杯。好苦。好苦。差不多了。来来来。呀。对，他的。会不会烫？小心啊。好苦。会不会烫？好苦。会不会烫？不会。好如果觉得你的咖啡有点多，不太像今天喝进来，左边这里有糖，但是糖不要把它加在里面哦，加在杯子，啊，
不要加在里面了哈。是什么？我不要糖。感觉味道不一样哎。你的喝完了吗？快请一下。那我先等糖过来。两个啦齁，对，因为两个你把它凑合起来有没有啊？嗯，妹妹两件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吃喝看看呗。不会，哪一个比较好喝再装给你们啊。小吴的比较好，我们下次妹妹的小吴的来妈妈吃，嗯，不错哦，给妈妈做的比较甜，妹妹的比较好喝，厉害，你是有点酸酸的，我的不比较好喝，你的就是我太少了，然后水就有点甜。结果我们四杯混合在一起变了，我觉得你的比较苦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是我一个，你要先喝一下试试。妈妈，我想喝喝看妹妹。好苦哦，你的比较淡一点。因为这姐姐的，你喝喝看。可以，喝一小口就好。不要喝，不要喝，太冷了。不要喝，这个奶奶一个杯子。那你趁机就有咖啡了吧？一个杯子，没有我们的风味，就点餐。可以，我们三个混在一起。奶奶买什么？奶奶。有有的，奶奶的比较好喝哎。奶奶好了，刚刚买。好的。小乐，就是太酸了，有点酸。舌头跳，蚊子，青蛙呀。如果湿掉了，就把那。没有了，你们咖啡冲大了。安排的按摩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一直要这样哈、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虽然说，这个客户很强的热量，但是你这样摸。一定要把它掰成这首歌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轻轻的微风。对对，公的是绿头的。啊啊啊！叫不叫啦？乌鸦跟绿头鸭的叫声都一样。乌鸦鸭子应该是呱呱呱呱呱。呱。呱呱呱，因为鸭子冬天很冷，所以它就会呱呱呱呱呱。是什么意思？冬天很冷，你就会呱。台语。很冷的台语叫做呱，鸭子就会很冷，就呱呱呱呱呱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